好的，生能这边又提供给我了木初音啊，初音真的是他婆，好不好？不服来辩这样子。好啦，来这边的话，木初音要来挑战这一次霸法地狱级哈，暴力的装甲巨兵。来第一关这边左边燃烧鬼机，然后右边那只是你只要打死左边，他就会自杀了。哦，对，初音木珠有首批一消啦，对，燃烧应该影响。不会那么的庞大，相较于一般队伍来说，这样子。哦，这边也可以先叠一下那个评价值哈。对，其实要比较担心的就是那个伤害问题啦。对，因为初音除了行动值以外，哈，它有一个热身热机的时间，就是那个评价值。好，第二关这边不能手消木，他要先把木弄掉，因为这边是木珠首批一消哈。这边优质打开，好，他这边就是木珠，哇，又有一颗掉下来，你讲这时候真的很毒心呐、啊，很莫名的毒心。好，这样子不会掉木珠下来了吧？哦，又是木珠，太夸张了，这个真的太夸张了。神魔之塔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官方你有没有看到？你这个太扯了。木珠天降100%，是不是这一关？这边来，我把它消掉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会有一颗掉下来啊！这边再开另一只初音下去哈，然后那个机械象马戏也补下去了。啊，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啊，他那个评价应该洗的有差不多起来了哈。好，再累消15光。好，这边优子先关掉。好，还有9颗。好，剩5颗，优子再开关一次啊，这样就有了。好，满版石康，优子啊是固定的版面。来这边带走哦，然后下一关是无鼠盾不能手消到暗的部分哈。哦，这个暗珠 OK 的。好，龙克也吹下去了。其实真的还要感谢生能啊，每次提供给我初音的队友，他都会自动帮我静音，这样子太用心了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每次都打 FC 的生能，这边能不能再顺利 FC 一次？我连打蛋糕龙克要 FC 都有问题了。OK, full combo, 舒服。哦，这边就直接带走哦，打了25亿出去。来，接着第四关攻前盾，这边就是把那一只地狱级的静音。哎，那一只地狱级的静音是可以无视攻前的。好，这边就一起带走啦。来，接着第五关不能手消到心，然后还要把你的心冻结哈。哇塞，这一关天降来到15康啊！
来接着王冠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王冠如果有优质的话，完全不用怕手消到暗的问题啊。来，这边优质能不能及时的跳起来呢？好，这边切得很漂亮，他用木珠去叠暗哦，因为木珠一消、哦、你只要中间有插一颗木珠在那边，暗就很好叠了。好，优子开下去，好，接下来完全不用怕手消到暗的问题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这边，哦，优子先转是吗？我怎么记得之前类似技能的时候是优子后转？好吧，反正这边他就是执意要把你弄出暗来就对了，好吧。I fool you， 你要弄暗就给你弄吧，可恶。好，这边最后25%哦，那他这边也是没有带电极的，所以等一下就是要硬扛81亿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这边也没有解板呢，所以要自己先解掉电极吗？哇，这太刺激了吧！吼吼吼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嗯，接下来应该是挨不住才对，所以这边要直接发动攻击了吗？他先开机械下马西。我们先来看会不会是这一波，这一波要打其实也可以，这个电极还没有算太难解，只是心脏要非常大颗。少一颗电极，好，来这边静音开下去，然后初音也开下去。好，优子一个关开哦，然后再把真伤摧毁。伽利略是三回合的真伤。好，这边有转一个直航，稍微吃一下升华哈、哦。龙克再给他吹下去。来，再看一次有没有 FC 哈、哦。好，那这边先感谢神能提供这个木初音、哦、通关这个地狱级给大家做参考，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的伤害是多少吧。 Full Combo OK， 漂亮，一个舒服的画面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